我可以跟妈妈、妹妹一起睡了。姐姐跟姐姐一起睡。来，这是爸爸的，中间是妈妈的，然后我们两个睡这里。好、啊，郭破拿去吧，介绍。郭破交接一次给你，来，郭破给你的。你是摄影师吗？对。开始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录影，录影就好。这一段要录什么？录那个。介绍房间。好，来，小俊，那先介绍爸爸。从六岁到我是点点，那我们现在要介绍房间。现在时间是3:30。你看，3:30就进房子了。怎样？好，这里呢，我们进门口，这里会有个衣柜，看你要不要换叔叔。有衣架给你，然后这里有几个备用的棉被。好。不想要可以换那个，然后现在我们地板换了，哇，很漂亮耶，都不差我们家里，都不差我们家里。我被妹妹的拖鞋重重一击，妹妹的拖鞋打上我的脚，重重一击。接下来呢，这里有这个冰冰的矿泉水，还有茶杯和茶壶，茶杯、茶壶、茶壶是梳妆台。哇，有梳妆台呢！这本来就有，好不好？对，嗨，这里呢还有这个，死掉的这个敲形虫的饭队。爸爸有死掉的敲形虫哎！在哪里？在阳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介绍。那里是阳台，已经介绍。好，接下来呢？那敲形虫有拍吗？姐姐有啊，有拍到。姐姐有练过，大家不要学。有拍到吗？猫咪，你有拍到救星虫？猫咪，你有拍到救星虫？有啊，我拍到，很恐怖。小可爱的小食物在这。好，来，先让我把手表脱掉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人上台。哇，你是那个翻滚人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个，我就是猫猫，小心，猫猫小心，大家。这有点远。需要装水的吗？它爬片也很厉害，摔下来还会重生。对啊，摔下来会重生的。跟麦块一样。要介绍厕所了吗？ Okay. 林小姐。来，去那里介绍小，去那里介绍厕所吧。小鬼，来，爸爸干嘛出去了？好，来，在这里厕所地板很冰，还是很冰。对，这里有免费的肥皂，这里有漱口杯。变得前面有镜子。嗨，我在录影，有没有看到你？这有电话，这有吹风机要按吹风机啊，这马桶，你要那么麻烦，马桶，对，浴室、淋浴间，怎么变那么简陋啊？没有浴缸了。那我们总房间这是多少钱？这就是代表副也是比较好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睡的是这个两人床的，我要把小黑子拿来，我的视角。干嘛？这行程好恐怖，不敢去外面。姐姐保护你哈。好，那个，总之今天的房间就先这样。OK， 好。OK， 关东煮吗？你要？要？你要咖喱呀？那你自己拿盘子啊。高丽菜。你也喜欢吃高丽菜，对不对？早饭好不好？
样就好了。柳橙汁跟葡萄汁要哪一个？怎么了？柳橙。嗯。柳橙呢？柳橙的。你来，小虎。柳橙汁是店。嗯。你们之前是做那的？啊，对对对对，现在人家总工呢，好像是。这个位置还是这个位置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妈妈，我们是坐左边还是坐右边？应该右边吧，因为看到人家在吃饭，所以是坐这个位置。对，这样。那你们是看着哪一桌啊？就看着人家吃啊。六点多坐在六点的时候坐在这边看人家吃饭哦，肚子好饿哦，所以从此以后就吃五点半啊。嗯，对啊，就那时候就肚子很饿啊。现在武林农场的房间外面，然后对面山里面呢，对面是一片山，然后有的声音，有的鸟叫声一直叫，断断续续叫，我看是能不能拍到，这会有点难。晚上等一下是可以出去晃一晃。